双打给力，中国连扳三场三制于日本，第十五次夺取尤伯杯。北京时间10月17日消息，尤伯杯比赛鸣金收兵，中国队重夺尤伯杯。在与日本队的决赛里，陈雨菲首场不敌山口茜、陈清晨、贾一凡、何冰娇、黄东萍、李问问之后击败各自对手，中国队以3-1战胜卫冕冠军日本队，夺得尤伯杯。何冰娇随后登场，她成功压制住日本的高桥沙也加，大部分时间里何冰娇都处于领先，她以21-9、21-18直落两局获胜，中国队以2-1反超。日本组合不甘示弱，迅速还击又追平比分，并以20-19抢先拿到局点。